那麻烦老师呢，您进到我们这个网站哦 ，OneNote， 你也可以在这边。好，在白板上呢，在我的另外一边哈、哦，这边您可以打上这个 gg.gg， 然后呢斜线今天的日期加上 -01， 这样您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待会呢会用到的这个即时白板，这大家可以互动的白板哦。那您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没有就我们 OneNote 的网址，您就从这边直接点下去就可以连过去了。好，所以您可以记一下刚刚那一个，就是今天的日期 gg.gg 斜线10711012-01。好，我把它 copy 起来哈，然后我先留在上面，先留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先留在这里哈，如果您待会不小心忘记了就再看一下。好，那您进来之后呢，进到这个 OneNote 的平台，您就从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会员登录哈、哦，这是比较标准的方法，您就可以选择用社群的，还是想要用 email 注册都可以。email 注册它会寄一封认证信给您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我今天来玩一下，还要注册太麻烦，直接用访客这里也可以。好，用访客这个的话呢，您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取得一个代码，它有一个8位数的代码。那么下次呢，您可以用相同的代码打在这边。您的学习记录、有加入的群组、有发表过的意见、有做的笔记，通通都会在里面。OK， 好，这个是一个翻转学习台免费的。那所以您要哪一个都没有关系。那我把它点了，有没有一个8位数就进来了？好，进来了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您可以找到我们这边哈、哦，在进去之后呢，预设各位进来，蛮建议各位您可以改一下自己的资料。好，在右上角这边你就可以打上你的姓跟名。好，当然你要用昵称的也没关系。我们预设呢会是进来在所谓的发现里面的单元那个课程。好，您在这个选单里面看到的都是所谓公开的课程，公开的课程。那我们的资料呢是在群组里面，群组里面课程比较像是就是有教材。好，那这个单元就是单一个教材，所以群组呢比较会有所谓班级经营的概念，像我们研习啦，就是我就把它当作一个群组。好，所以您进到这个群组里面，把它按一下。好，按好之后，在左手边您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有没有？在这里。好，在这边哦。所以你就点进去喽。好，点进来之后，您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加入，按下去，这样就 OK 了。我们今天所有资料都在上面，你手上那一张就可以丢掉了。嘿，因为我想说我不要印太多了，因为这样比较环保一点哦。那我们呢，刚刚那个群组有没有？刚刚那个互动白板在这边。那我们今天有帮大家准备一个 LINE 的群组，测试用的，上完课就可以丢了，你就可以退出了。就是用。哎，等一下呢会邀请大家一起进来哈、哦。那这个呢，您进来了之后呢，我的资料我们有先摆在这边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真正所有的课程的内容会放在任务里面，所以你打开这个单元，你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资料，所以我不好意思印给你，这样写书要写很久。好，所以这个给您稍微参考一下，那就麻烦大家您可以先加。